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围棋，我是王湘如。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由陈祖德九段编写的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系列丛书的第四本过周十局，本局呢也是本书的第十局。在前面的九局当中，后辈周兰雨以五胜三负这样的一个战绩，还有一局棋呢因为胜负未明，所以这么目前的这样一个比分呢还是周兰雨要领先，由此呢迎来了第十局的较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盘棋。本局周兰雨的黑棋过百灵先生的白棋，白先起手挂角。有趣的是，在本局当中率先采取以盖下法的是周兰雨，在前面的几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以盖的下法，但是每一次率先采取这个以盖下法的都是过百灵先生，这是因为他在这个对于这个以盖的下法研究的非常之深入，尤其在他所著的棋书《三子谱》当中，关于以盖的变化存在着大量的一个研究，因而呢在实战当中他也将其运用到了实践里。而本局呢周兰雨采取了前辈的这样一个下法，不知是因为年轻气盛呢想以这个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还是他在这个这几局的这样一个较量当中也从中汲取了这样一个以盖的精华，所以也想在这个过周十局当中加以运用。那么无论如何呢，其实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体现了古人对于这个在这个棋局当中这种孜孜不倦的去探索的精神。黑棋走这个，白棋连扳，这个下法非常的少见。在第一局当中这一带有一子，然后黑棋选择的是这个大压梁的下法，紧接着是白棋从这里打了粘住之后的一个作战。现在呢这边黑棋没有子，白棋连扳过来是强迫黑棋粘回，但是这手棋它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价值还有待考究。长进来，这样其实黑棋如果挡住的话，白棋粘上，黑棋在单关跳补，就等于这个扳一个长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换。那么黑棋先拐一下，然后再这样走，白棋拐跟黑棋跳作为一个交换。如此其实黑棋的这个棋形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正统，而白棋这个子究竟是拐在这儿的这个效率更高，还是拆边的更为实惠，那么还是存在着争议的。也就是说实战的当白棋长进来的时候，黑棋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选择，不过实战黑棋还是打在了外边。白棋的这个扳方向有误，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显然爬进去更为重要。而一旦爬了进去之后呢，如果黑棋跳补，防止这个冲断，那么白棋争得先手是要在这里长而非扳粘的。这个扳粘有帮黑棋补棋之嫌。先手做活了脚步，白棋从这里长，如果黑棋跳，白棋就尖，如果黑棋到虎，
排气一起，这是非常常用的一种下法。如果打吃的话，担心白棋从这里打了打过来，大概黑棋只能粘住，白棋再一小飞，黑棋多半只能依靠这个脱退做活。这样白棋既得了外围，脚上仍然是活棋。的话才应该是白棋最为正确的选择。实战的白棋放着在脚上的这个爬活轻松做活没有下，先在这里进行这个扳的交换，毫无疑问是让黑棋这个原本很薄的这两个子得到了加强。可见呢，这个白棋过百林先生对于这一连扳应该也是对局时的一个临时所应对的这样一个招法，并非有过于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这或许是因为他更擅长于这个是黑棋而靠压的这一方，而非白棋应对的这一方。郭柏林呢是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国手，他喜好云游四方，那么在数十年之际呢，难以有与他同等水平可以相抗衡的这样的棋手，所以也可谓是当时棋坛的一大霸主。那么周兰宇呢作为他的后辈向他挑战，那么郭柏林也欣然应允，那么也因此就产生了在我国围棋史上非常著名的过周十局。这十局受到了当事人的这样一个重视，这是因为我国的这个古代围棋自古就有这样一种争棋的这种习俗，所以这十盘棋的争棋色彩也是非常的浓厚。过周十局呢，这成为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也是能够起到这样一个对于此后这样清朝这个坐子围棋高峰的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在过周之后，就是来到了这个清朝康熙年间，也就是黄龙氏独霸天下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因此也可以看出来过周十局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体现的这种围棋的这个我国围棋史上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对于这两位棋手的棋风的话，相对来说有较大的一个明显的差异的。郭柏林先生更喜好战斗，同时呢在战斗中也非常善于捕捉对方棋形上的缺陷，并且运用非常巧妙的手筋。而在这一方面，周兰宇则不那么的擅长去作战，他呢更注重这个棋理的运用以及局部细节上面的这种掌控。在前面的这几局当中，除了第九局的这个胜负不明的这样一盘棋以外，其他的八局呢是周兰宇先胜五局这样的一个优势存在。但是从这个棋的内容来看，有多局都是郭柏林先生占有前半盘的优势，结果在后半盘被逆转而胜，这是有所遗憾的。但是同样也是体现了这个棋风之间相克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棋局上来说，白棋这个扳粘与爬了做活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两手棋对于白棋脚上来说起不到任何明显的作用，因为白棋已经做活了。但是对于外围的黑棋来说，多了这两子也就不存在刚才这个白棋长了这样能够把黑棋封在里边的
这样一个进程了。天气力，这手棋固然很大，但是现在这块棋仍然是一个重点，比方拆二或者拆三，这样呢还是应当先考虑如何去走好黑棋右边这四子，因为黑棋这个力只是一个单纯的防断，那么下一步跳进去，白棋冲了一挡，脚步是明显的做活的一个状态。同时还有一点，白棋刚才这样下，即便这个脚步白棋要补的话，也应该胡补在这儿更好。立到这儿的话，一来黑棋挡一个明显的先手，那么至关于此后的一个观子来说的话，白棋也会因为这个力而有所损失。白棋实战大飞，手脚非常之大，这也是威胁到了黑棋右上四子。不过作为黑棋的这个出头方式，首先我们要排除的是打吃这一步。这步棋虽然明显能够将自己的头出畅，但是这也是帮助白棋在中府走棋。白棋在中府子力越来越多，黑棋上边的这个薄弱的地方也就越来越清晰，以后白棋这个点进来，黑棋很难受，毕竟之前黑棋的这个本手是应该在单关跳的位置。排除了这个打吃，那么黑棋总归是要出头的。实战的这步拆一稍显松缓，从效率上来看的话，先冲到这儿会更好一些，毕竟都是出头的方式，因为黑棋拆一的话也不能够在这个局部达到两眼做活，那么终究是要出头，不如把这个步调走得快一些，给白棋也造成一定的压力。白棋点，黑棋吼，然后长出，飞一个，黑棋点过来出头。如果虎一个的话，再被白棋这样飞封，那么白棋的这个效率非常之高，必须要把这个往左移一路。如此呢，白棋再靠。这个地方其实关于双方这个方向如何选择，还是非常考验棋手的这样一种判断的。实战的白棋选择正面走唱自己，这应该是正确的。黑的扳，白棋在这个退之前先断一下，为的是寻求当黑棋吃了之后的这一打。如果白棋单退的话，黑的粘白棋，如果扳的话，黑的可以继续扳，也可以选择脱先，那么这个扳就变得不如这个断了一下以后这么紧要。而且呢，白棋这步吃给黑棋还稍微有所困惑，如果单提一手的话，那么白棋这个长仍然是一步很大的这样一个选点，如果粘住，这是黑棋的实战选择，但是这以后呢，白棋这一尖，黑棋多少还有些难受。不过呢，最终黑棋还是粘住了，白棋也依然是贴的。白棋的判断是这个中府的头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或许从这个我们现代的围棋的这样一种术语，也可以体现出这个每一个阶段对于围棋理解的不同。在我们最开始接触棋的时候，可能就会听说一句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这是一句非常通俗的这一句话，也是很直白的体现了围棋盘上的这样一个先后的价值。金角显然
告诉我们，开局就应该把这个脚步先走好，它的价值最大，迎边那么是次之，中间称之为草肚皮，也就是说要想在中府围控的这样一个效率不比脚上和边上来得轻松。可是我们随着这个棋力逐渐的提高，也同样会听到比如说高者在府或者入府争正面这类似的这种术语。这其实高者在府的意思与我们之前这个金角银边草肚皮并不冲突，这个意思其实是体现在中府其实是一块很空旷，同时又是一块非常不好去掌握的地方。正所谓高者在府，就是因为这个高手们他们善于在这个中府的时候呢，能够准确的掌握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而不使这个棋的效率变低，这也是白棋实战的一个正确选择。黑棋点，再跳，这个局部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力的这个问题了。黑棋点进来，白棋粘上，然后黑棋再一粘，白棋假设想要这个挡之前扑一下，跟黑棋提交换再挡有所借用，这样再粘的话有可能会反而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此时黑棋比方说这样强行一路搬，如果白棋挡这样一吃，这形成了一个结争，这显然不是白棋所期望的，所以这种扑的话是需要万分的谨慎。当然此时白棋可能正确的下法是顶一个，如此如果黑棋跳白棋就挡住，黑棋接回的话白棋团，这样白棋可以做活。实战呢白棋没扑，直接挡黑棋粘啊、白棋粘黑棋就把这个粘住，这是让白棋补回的这样一个下法。不过既然如此的话，其实黑棋粘也可以脱先，毕竟这个粘跟白棋交换一下也不存在明显的便宜，这完全可当做之后的这种劫财。不过黑棋所考虑的或许是这样的一个粘交换了以后呢，一路这一立就有一步铁眼，所以这可能关系到这块棋的一个生死问题。而实战呢白棋在这个双活之前先尖一下，这手棋也无可厚非，因为一路有一拐。但是白棋的下一手棋小尖明显就有过分之嫌，在这个做活之前白棋还想尖到这一下，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黑棋可以挤，这一挤的话如果白棋粘上黑棋就脱先杀白，白棋唯一可以去挽救这块棋就是跟黑棋这块棋杀，而这个子跑出来呢由于之前挤了一下简单的一吃白棋不行，顶的话就提掉，显然这个白棋没有办法封住黑棋，所以这样的话被黑棋一挤体现了白棋当初这个小尖贪婪的一面，同时这也是黑棋的一种惩戒白棋的下法，只能接。黑棋跳吃，局部呢白棋已经死掉了，这样虽说是一个转换，但是这个转换实际上是白棋被迫的，因为
吃掉这块棋的目数价值实在太大了，而黑棋而白棋所断开的这三个子价值能否与这块棋的这个损失相比呢？这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块棋的价值无非就是三个子外加后这个外势，而黑棋吃掉的白棋这个目数价值，我们可以数一下，二四六八十十一个子，二十二目，二十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这块棋吃掉了白棋有三十二目棋，外围这三个子能够抵出三十二目吗？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先手还在黑棋的手上，所以白棋的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小尖下的可能是白棋的一步随手，被黑棋分头，白棋赶紧把这个交换了。这步分头点也是非常合时宜的，如果要再往挂角的这个方向的话，就显得有些过分了。白棋肯定会加进来，予以最猛烈的这样一个进攻。走在这儿，既有拆二点，又有回拆。不过，即便如此，古人的风格，那么相信我们也是有所体会了，肯定是直接走过来。不过黑棋也不必太过担心，拆二。黑棋的这一粒被白棋这样下了以后，这个白棋等于是很轻松的通过这个虎了连扳把这三子吃掉。那么显然白棋尖顶的时候，黑棋是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长在这儿。这一长的话，起码对于这三子还有所接应，毕竟这三子不只是单纯的目数，一旦连接了以后，这一带白棋的这个外围整体就变得非常的薄，这种断点也就应运而生。如果现在白棋再这样一味的去吃的话，这个价值也就变小了。黑棋再简单跳出，也不担心会被白棋下出非常狠的这种进攻的手段。假设下成这样的话，将是黑棋简明优势的局面。而实战这个尖顶把黑棋下到了二路上，那么这一来一回差别非常之大。黑棋当然要跳进来，这关系到死活和目数的问题。假设被白棋一挡，有先手为道，这样一来一回这个目数出入非常之大。但是现在由于白棋先手吃了这三子之后，这个局势由刚才的黑棋较为主动，现在把这个差距稍稍的缩小了一些。紧接着白棋的这下一手棋靠过来，又是非常凶狠的一步手段。黑棋如果扳的话，被白棋断掉。虽然这个局部黑棋把白棋吃掉，但是白棋挡一个跟黑棋交换完了之后，白棋的这块气还是非常之长的，所以黑的不敢贸然的去这个扳出。这样如果吃的话，被白的一吃，这块棋跟白棋这块棋杀气，显然黑棋不行。冲，贴一个，白棋从这里冲过来，非常之凶狠。
栽跳。这样白棋通过这个强行碰住，把黑棋牢牢地封在了里边。这是白棋这块棋被吃之后所留下的一些借用。如此呢，白棋再一次把这个方向啊，主要的发展方向从下方转移到了上边，那么这一带之后的这个进程将是胜负的主要点。黑棋自然是要挂进来的。白棋一间低加，这样的下法在古棋当中非常少见。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大飞手脚，或者脱先分头，再或者挂角这之类的。而现在呢，白棋采取的这一颠低加显然是一步场合下法，这一点呢倒是与我们这个现代围棋尚有不同。因为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首要的第一感就是加，而古人呢在下这个加的时候，或许只是因为现在白棋周遭非常的厚实，必须要对这颗子进行严厉的攻击，因此呢才会想到这种紧加的手段。走这个，飞脚，黑棋爬，白棋下一步搬一个，看似非常之凶狠，但是现在要想再继续攻黑棋的话，还是有些困难的。这个交换完全当做黑棋的一个便宜，黑棋比方说小尖，跟白棋走，黑的就往中间跳，那么这块棋最终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做活的状态。所以看上来的话，白棋从这个地方跳，方向上似乎存在问题。最好的这样一个下法是否是尖顶，如果黑棋立的话，再从这里单关跳起。当然这个下法非常的现代，或许古人并未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多半情况下在加了以后，下一手都会在这个跟着往天上单关跳。但是被黑棋进了角之后，有了根据地，白棋再想攻击黑棋就有些困难了。而实战呢，黑棋假设小尖一个，将是比较简明的处理这块棋的一种方式。飞一个，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战斗。那么这也正是黑棋不利的一个开始。原本吃掉了这样一块非常有价值的棋之后，黑棋应该是明确的一个优势状态。再接着这个二路的立下，那么使得这个局势的后包发生了转变，白棋变厚了以后，彻底的形成了一道外势。那么黑棋无论再打进来，在哪一个位置，肯定都会遭到白棋的进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道后势，让这个平常这个非常正常的一步飞，变成了此时的一步引发白棋作战的这样一个导火线。此时白棋争子有力，果断的靠断。断上来。白棋再一虎。现在黑棋无论小尖白棋肉长，还是走这个，白棋也跟着冲出来。白棋见招拆招，黑棋越是在这一带急着走棋，反而没有更好的一个选点。实战呢，黑棋这下一手啊，倒是非常的有趣，扎丁一步。这样如果白棋再不走的话，下一步加一个，跑一个就一路贴下来，可以把白棋贴死。白棋搬，
然后脚上就形成了一个对杀的局面。挤进来，摆起作业，搬一个。这个局部变化非常之复杂，即便是对局者的双方，要想将这个完全的计算清楚，可能也是需要一定难度的。一来我们不知道古时的这样一个用时情况，二来呢，这或许是双方凭着这样一个对棋的这种经验和感觉去引导自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局部下所能够去采取的最好的下法，也因此形成了如此激烈的这样一个对杀的状态。顶一个，先冲。现在如果黑棋让白棋在上面活的话，那么这两块棋将无法更好的处理，必然可能有一边会遭到这个白棋被白棋吃掉的这种可能性，只能牢牢的把白棋的这个眼位先破掉。压过来，现在黑棋不能爬，不能顶。如果顶一个想回家的话，这被还是先冲，再简单的一挖，这个接不归。粘住的话，再一点，去过来的话，金鸡独立。假设黑棋粘白棋这样一扳，显然杀气黑棋也不行，这个图不成立。立下来，白棋虎，这步虎呢，是因为如果收气，那么黑棋可以有这个一路小尖连回家的手段，那么只能在这一带去防止这个阻度，而这样的一个阻度手段似乎虎一个更为的准确，而且一旦这个局部发生结争的话，白棋有了这一虎，这一带的这个劫材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在此前白棋进行了这个挡一个的交换，然后呢黑棋粘受，白棋也接，逐渐这个棋的这个结果显现出来了，这会是一个结争的状态。白棋收气，拐一下，团，先扳。这个局部呢是黑棋缓一气结，那么尽管如此，我们之前说到前面这个白棋在这一带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劫材，因此在开劫之前黑棋也需要在外围制造一些本身劫材，扑了进来。如果先扑再扳的话，这个棋就是后手了，会被白棋消劫，断上来，头，这样的，然后黑棋提劫，白棋找劫很愉快，粘住，先虎一下，
那如果白棋提的话，黑的这一带可以搬过，所以这个棋要硬住。这样的，这棋也只是进行一个交换，然后还要把这个补回来。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一拐，这个局部杀气，黑棋不行。或者这个白棋可以先走一下，然后一扑提了再一拐。你们可以看一下，再走过来，这个黑棋的气非常之紧，白棋打掉了一下以后，这个气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口气，那么显然黑棋没有办法跟白棋在这个角部进行对杀。挡住，提劫，白棋，黑棋在这一带的这个本身劫材也非常之多，所以这个劫争进行的异常的激烈。仍然是白棋的劫材，提掉。再提，继续爬一个，粘住。白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劫材还有一枚、两枚，这里还存在着两枚的劫材。先提，黑棋跑。此时呢，白棋应该打在外边，这与实战的这个吃有所不同。如果打一个的话，黑棋提，然后白棋比方说再继续找劫，提掉再提，这样黑棋只能粘一个找劫。这就是白棋吃在这儿的一个区别。如此呢，黑棋吃在这儿，黑棋粘在这儿，跟白棋吃外围交换，而刚才白棋吃在这儿的话，黑棋是常在这儿找劫的，这就是区别。显然白棋吃在这儿更好一些，如果再提劫的话，白棋还可以再多找一枚，让黑棋把这个都损掉。比方说黑棋这个扑，这样提，如此呢，白的可以在这里脱先一手，一旦黑棋消劫，白棋走过来。如此，这个劫材虽然这个劫争是黑棋获胜，但是全局的话，白棋吃掉了这个非常大的一块中控，而且在外围还争得了两手先手。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势。假设这样，黑棋这边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十五，三十五的话四十五四十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十五五十七五十九，黑棋全盘六十，然后这还有六十七六十八目，六十八目这个子暂时还不能给他算目，因为有可能是一块负担，反而要付出目数。白棋二四六八十二十，这里以后要补一手，
19、20、22、24、26、28、30，这一带可以算到35、36、40亩。50、51、52、53、54、55、56、57、58、59，这里还有10亩，等于白起有74亩起左右的这样一个亩数，而且这以后的潜力，这一带中腹起码还有十来亩的潜力。所以这个棋如果结征之后，白棋走到这两手，将是白棋这个亩数上优势非常之大的这样一个结果。这个罪魁祸首一呢是黑棋的这个力，让白棋整体变得非常的厚。再然后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围棋十绝当中，这个入界已缓，黑棋的这个飞就是犯了这个入界过于着急的这样一个错误，给了对方一个非常好的反击手段。实战呢，白棋稍有问题在打劫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去看。这里没有交换，这里也没有交换。这样的，白棋吃到这儿，方向上的问题，这也因此呢造成这个后来的这个效率不如我们所摆的这个变化图那样的高。黑棋提劫，挖一个，提，拐。再长，提劫，黑棋还有一粘。如此呢，白棋只能打吃到这儿，黑棋一提。白棋继续履行这个想要在外面连走两手的这样一步劫材，但是现在这个关系就是白棋走，黑棋可以继续跟着应，而且从这个后拔来看的话，白棋即便吃到这里也不如刚才这样两手棋对于这整块棋的这个控制要更加的清晰。而现在的话，白棋点进来，黑的就这样挡住，爬一个。其实对于这个这两位的棋手的棋风，我们之前也说到过，顾百林先生更善于战斗，所以类似于这个飞一个跨段这种手法，他都对非常的敏锐，在这种适合的时机适时的出手，以给对方造成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击。而相较于周兰宇，他的这样一个棋风也是受当时的这个棋手所研究，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一位叫做李元照的这个棋手，他在研究了过周十局之后所总结的是周怯野战，那么也就是意思是周兰宇他对于这个较为这个混乱的局面下，可能这种攻杀的情况会有所惧怕，就是因为他一来呢没有这个过百灵他这种敏锐的这种捕捉能力，同时可能也是棋风所致，就不喜欢下阵这个作战的情况。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李元昭他由此总结了出来之后，就去到这个周兰瑜的家乡向他挑战。或许当时非常兴起这个十番的这样一个对决，所以这二人呢也下了一个十番棋。但是十番棋最终的结果呢是李元昭以六胜这样的一个多胜了一局的结局，也算是获得了十番棋的胜机。由此可见，这或许是一种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对局，但同时呢也体现了古人对于这个棋的这种非常具有一个这种研究性的这种钻研的精神。那以及在这个古人当中啊，这个过周十局也由此可以体现在这个明清之际他所占有的这样一种被棋界所重视的地位。一来呢，或许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么处于这个明朝刚刚灭亡，那么清朝呢，清军呢刚刚的平定这江南，当时的这个文人士大夫因呢不肯与这个朝政相去合作，转而呢也就更加的注重这种内心上的一个调节，那么琴棋书画在此，所以围棋也是很好的一种调节心灵的这种一种方式，也因而围棋可能在当时受到了别样的重视。在这个时候的过周十局也因此是在当时的这个棋界当中也是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一来呢是因为这个过周十局当中的对局者，一方呢是当时叱咤了棋坛十多年有余的过百龄，另一方呢是后起之秀，这样的一个比拼的话非常的具有看点。那么也正是这个过周十局之后才有了后来这个清朝康熙年间黄龙氏与周冬后这个黄龙周虎之十局棋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这是毫无疑问过周十局起到了在当时明末清初之际这个中国围棋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继续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白棋三三点角进来，然后一爬，黑棋搬，白棋连搬，此时呢黑棋按照正常下法是要先搬下来，如果白棋断的话，这个时候假设黑棋吃是不行的，这个白棋一粘，这里有一个子做接应，如果虎的话被白棋简单一长就顺势连回了，那么如果提的话被这边一翻打，白棋所获价值过多，不过黑棋可以选择接住，这样白棋即便打拔一下，黑棋长进来这个脚步目数还是非常可观的。大概黑棋所担心的并非是白棋常规性的这个断上来，而是打在上边，这样黑棋接，白棋一粘，首先吃一个的话，白棋一吃，显然这个子被吃掉，黑棋还是不行，走这个长，黑棋如果吃角的话，这个杀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打吃提掉，一扳，黑棋扳，粘上，脚上如果黑棋点，白棋也点，黑棋一挡，
白棋简单收气，快一气杀黑。所以白棋长的时候是先手，黑的双一个，这样的白棋再把这个粘回，关键就在于这两子黑棋无法吃掉白棋，如果加一个的话，这一带跳和这一带跳都可以突围。如此的话，面临着白棋周围非常厚的这样一个状态，黑棋两边难以两全，这或许是黑棋搬下来所担心的问题。搬一个，接住，长回，黑棋把这个终于提掉了，然后白棋一接，这个接依然呢是具有目数价值，同时主要还是威胁黑棋的一个死活。从这里走过来，本身而言，如果论攻击黑棋这块的话，那么拆二可能是更为平和的一手，但是现在这个情况，白棋还要注重于中府的这样一个消长问题，所以白子走在中间，他也是想要控制中间的这个潜力。黑棋拆二，那么这盘棋的棋谱是到白棋飞到这儿，那么就没有继续的这个记录，而对于这盘棋的胜负呢，也未曾标明这样最终的一个结果，所以这盘棋是与第九局相同，仍然是一盘胜负不明的棋。那么我们可以对于这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或者说这个史料记载不够完整的这样一个局面下进行分析。现在白棋走这个，这一带的话，黑棋要想去进来消白棋的空不太现实，毕竟自己这块棋多少还有一些问题，那么大概也就是这一带的这个飞一下让白棋守空，然后再把这个小尖挡住，这样我们可以给大家再判断一下形势。黑棋这一带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二十八目二十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四，三十四的话四十四十二四十八五十四六十四，六十四的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黑棋有七十九目，将近八十目棋。那么白棋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六三十七目。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这一块空，五十六十、七十、七二、七四、七六、七八、八十、八十二、八三、八四，显然白棋的这个实控要明显的优于黑棋，而且从环棋头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黑棋有一块、两块、三块、四块，白棋有可能是最终连成一块，也有可能呢顶多被分为两块，所以黑棋在环棋头的时候必然要至少要贴环白棋两个子，再加上这两个子白棋的优势又更加的扩大，而现在这个白棋的中府应该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实控的状态，周围不确定的因素基本上都已经安定了。
黑的这一带要想再消控制，有可能还要被白棋反击。即便白棋这样靠住，那么主要的这一线的路恐还围住，这仍然是白棋盘面上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如此的话，假设我们预定为这盘棋是白棋获胜，那么在第九局当中，因为也是一盘未标明胜负的棋，在我们当时对于这个棋的判断之后呢，应该是周蓝宇获胜。如此最终的这个第九、第十局，虽然在棋谱上没有标明胜负，但是应该是顾百灵与周蓝宇各胜一局这样的一个情况。实战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后来的收束，但是只要是白棋在这个后面不出明显的这个失招的话，那么这个棋最终赢下来也不成问题，毕竟优势非常之明显。所以对于这个后来的下法，我们也只能作为一个猜测和一个锻炼自己收束这个中后半盘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确切的胜负我们终究是没有办法知道。或许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去更进一步对于古谱去整理去研究的这样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呢，陈老作为中国围棋这个古谱研究者的这样一位集大成者，他已经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和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已经整理成棋谱、整理成书的这样一些可以供我们去参考、去学习的资料。所以再一次呢，我们也应该对陈老致以非常这个最诚挚的感谢。那么本局呢，也是过周十局的最后一局。假设这抛开这两盘这个胜负未明的棋，那么总的这个其他剩下的八局的话，是后辈周蓝宇胜了五局，负三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曾经叱咤棋坛十几年有余的顾百灵先生呢，就被以这个十番棋呢，就被后辈给应该说是后起之秀青出于蓝了。不过从这盘棋的这个棋的内容上来看，还是非常之精彩的。从右上的这样一个攻杀，虽然白棋这个连扳起来挑起的战斗从时机上有所问题，再接着这个扳的方向，以及后来这个小尖这样一步由贪念引起的这样一个被吃掉的后果，但是整体由于黑棋这一带这个撞的把白棋撞得非常之厚，那么这一带的这个攻防又下得过于的过分，给了白棋非常好的一个反击手段。白棋在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之后，死死地咬住对方没有松口，以至于再利用右上角的这样一个丰富的劫材跟黑棋打劫，最终呢以点角和抱吃住中间的这20目棋的这样一个价值。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这盘棋最终的胜负，但是根据之前的判断和我们稍微的这个收束，那么姑且可以算作是白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即便抛开胜负不谈，这也是一盘非常精彩的棋局。好了，在欣赏了精彩的棋局之后呢，本期节目也将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